早上好，我们现在有一节课。Here then is between Arles and Arful along three mountains. 如果没有精神是无法听进课的，所以充足的睡眠非常重要。我们先和老师说再见。每天晚上睡得晚，导致早课几乎没有去上过，而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刷牙洗脸，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一天。通常我们需要打开冰箱才能知道今天去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做。今天在家里吃吧。肉末、葱、软哨、榨菜、鸡蛋、面条、软哨，超级美味，所以烧一点水。大家看一看这个吃面最开心的时刻，蛋黄液流出来，放在面条上。当然，如果家里没吃的，那墨西哥菜一定是我的首选。我来了，开了15分钟，跑到这家，这是我吃的最多的一家。I appreciate it, thank you.这就是花了40分钟买的午餐，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，但不会浪费的是我对它的依赖。再配上一杯冰可乐，这就是幸福的味道。现在我们就看完了，虽然刚刚说好的看完之后我们要学习，但是这结尾太好看了，我想再看一集。我们每天都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度过，这可能就是废物吧。我们再看一集好吗？看完我就去写作业。今天事情很多，所以我昨天把它列了出来啊，一个一个去做吧。现在得先发几个 email 出去，得先和暑假实习的公司稍微协商一些小事情。这种不需要看视频的作业，我一般会放一点音乐，就是去 YouTube 上搜这个。因为一天看着显示屏的时间很久，所以有一个蓝光眼镜可以减少一下屏幕对眼睛的伤害。现在我们要去上一节网课，准备一下暑假的实习。对，看完了，这是今天写的笔记，收获很多，好吧，收获很多。下一个，哇，更长，有50多分钟，我们现在休息一下。咖啡配上黄油饼干，很简单，很美味。现在下午5点，
要开始做作业了，有三样，三节课，然后上面两样呢是明天要教的，所以我们先从第一样开始做起。这个就比较有意思，是演讲课，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一篇写过的文章把它翻译成演讲的形式，因为写和读，或者说写和演讲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内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先做完。因为刚刚已经有这些写好的，所以稍微改一下，差不多五分钟就改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就练习一下。可以，我们刚刚把它录完了，传到电脑上，我们就可以提交了。现在是六点过，每天六点呢，我会弹一会儿吉他，主要是因为有个主播六点钟直播，所以我会边看直播边弹吉他，所以这个是雷打不动的。好吧，吃鸡直播，然后这边是谱子，我是个新手，所以东西比较简单。弹完吉他现在是6:45，今天出去吃，因为妈妈没有做晚餐。吃什么呢？我们就吃最能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比萨。天气这么好，可惜空气中弥漫着病毒，我们快跑。然后我姐还想吃这家鸡肉，我们进去看看她买的怎么样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晚餐，两块比萨加鸡肉。吃完饭，天也黑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做我们的语言学作业，好吧，很有趣，你得先读书才能写，但我决定直接写，好吧，这书太多了，读不完。浑水摸鱼，提交。今天的最后一样事情也是最难的，要开始了。五个东西加起来200页吧，好吧，200页。总的来说呢，这节课我们会在课上回答这些问题，然后你必须要提前准备，然后提前准备呢，你需要读，就是读这些东西，把关键地方勾出来，勾出来，然后就画一些东西，对吧？直到你理解为止。通常这个过程需要花我20个小时时间吧。今天不用睡了，开心。给大家看看刚刚的成果，看似写了很多，其实连着第一页都没有写完。对，现在2:40了，
勤劳的一天，一分钟都没有浪费，我真棒，再见。